今日很欢喜来到高雄，我们高雄本来就是一个历经挫折重新再起的光荣圣地。我们过去这段期间，不止我们看到奇迈遇到挫折，高雄遇到挫折，台湾也遇到挫折。走到了今年，我们不止透过民主的选举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坚守民主自由的国家，而且我们在这防疫的这几个月以来，我们也证明我们不用用独裁中国的那一套，我们用民主透明的这一套，坚持让台湾成为全世界防疫的冠军第一名。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，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，我特别提一个人，那就是陈其迈。他居中协调，三分一线，才能克服一个又一个的挑战。从防疫到建设到产业，他都非常的熟悉，他有想法，也有规划。所以我要跟大家挂保证，现在的陈其迈是大迈进的陈其迈，现在的陈其迈是 2.0 的陈其迈。以前的他，你叫他做人体冲浪，他可能很容易放不下他的红包。好啊，只是下一次你叫他冲的时候，我相信他已经学会了要冲不能用正面冲了。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，其迈，你参选高雄市长就像一场苦练，只要高雄刮风下雨，我的心总是放不下来。我总是回到高雄的时候，即便是晚上11点、晚上12点，在林园、在大寮、在永安、在仁武，我总是解决了问题，我才放心回到台北。高雄是我一生的选择。我会用我的一生守护高雄。8月15号，让我们高雄人用选票守护我们一生挚爱的家乡，这样好不好？高雄人正在写台湾的历史。高雄人为了故乡好，说什么都愿意大步迈进，回家投票。